做呢行最大嘅好处系好多嘢都唔需要你去做决定，边个要死时间地点，一早有人决定咗。我系一个男人，我中意人哋同我安排。最近有啲唔同，我想改下呢个习惯。我唔知咁做啱定错，不过至少呢个决定系我自己。总有一点爱吧，可以交给我吧，总说得恋爱吧，相爱少点也罢，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幻，半点心请交给我，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，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。总有一点爱吧，可以交给我吧，总算得恋爱吧，相爱少点也罢，我却更了解是编织。